多海景，他们俩不接。来看这边，看这边，露营，露营。来看这边露营，好，看这边，看这边露营。古董古董你好，耶，古董，古董，古董，嗨，耶耶耶耶耶，耶，在哪边会留？就在三条，三条江好不好？哎呀，三条江会留。哪边过来？那边啊。啊，大渡河。哦，这边汇合了。对，汇流，所以就这里会产生漩涡啊。所以才在那个地方，你看那个水流是往那方向走的，所以才走嘛，才成为漩涡嘛。对呀，那整个水下流就会打磨，这是地理，好地理，好地理啊！哎，你这卧火的，你看见没有？哎呀，在后面是站脚了啦。对，后面站脚了。照片上面，门票上面的卧火拿出来看一下，比照一下就知道了。门票上面有没有？门票拿出来，前面我们可以看。门票拿出来。这边是头，这边是身体，然后这边是脚的脚的位置。等会儿要对远一点的，看得比较清楚。不要，这后面也黑了。